我是彤彤姐姐，我是柠檬哥哥。哇，柠檬哥哥，你今天怎么变成金色的长头发啊？因为这跟我们要认识的动物有关系哦。嗯，什么动物会有金色的长头发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就知道啦。猫猫酱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动动脑，猜一猜。它有长长的毛，好像头发。它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床。有东西会跟大家分享，一起吃。它叫得很大声，哇！哦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它跑得很快很快，小动物都很怕它。是什么动物呢？你想到了吗？是狮子，它有很长的鬃毛。是狮子，狮子晚上起来才找东西吃。是狮子，它会叫得很大声哦。小朋友，你猜对了吗？狮子头上长长的毛叫做鬃毛，而且只有公的狮子有鬃毛，母的狮子没有哦。狮子很会照顾家人，会把捕捉到的猎物和家人一起分享。小朋友，你们会分享好东西给好朋友吗？而且狮子会大声的吼叫，是因为要表示它很凶猛，警告别人千万不要来欺负我的家人哦。嗯，就是因为狮子这么凶猛，才被叫做万兽之王。万兽之王是动物里面很厉害的角色哦。这样子大家都认识狮子了吗？下次我们再来认识更有趣的世界吧。